座谈之名词，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。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，摸不着根的瞎修行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。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名师指点，是无法找到的。可见求道的重要，经典印证亦无有法隐藏，涅槃妙心是无等为妙门，不立文字教外别传。二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指在汝心头，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像灵山塔下修。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，拈花示众，是时的末为迦舍尊者破言为笑。世尊曰：吾有正法掩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为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传，不主摩诃迦舍。世尊至多子塔前，命摩诃迦舍分坐另坐，以僧协离为之。遂告曰：吾以正法掩藏，逆复于汝，汝当护持。吾登会员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住僧协比丘三一之一，麻亦为众聚十一，又称为大一，有九条至二十五条制成，是作大法会，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。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，三五度士足以袈裟遮围，不令人见。未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自性，废起祖言和。